小米超级大压铸，汽车工业的新可能从此开始。拥有9100吨索摩力的小米超级压铸机，重达718吨，以工业巨兽重塑汽车制造。围绕工业巨兽的是小米全站自研一体化压铸机群，占地840平方米，贯穿制造全链路，化繁为简，72个零件合二为一，打造一体化厚地板，抵达制造新高点。驱动工业巨兽的灵魂从底层材料创新而来，自研合金材料小米泰坦合金，通过小米自研 AI 算法，从1016万种配方中遴选出兼顾强度、韧性和稳定性的最优合金配方，毫秒之间驱动一切可能。制造和材料的双突破，让新的标准造就一体化的工业奇迹。这就是小米超级大压铸 Hypercasting。